海日料，入了那江湖前的套，全程微笑，吃不吃根本不重要，器具精致就像是清朝中国造，高端品质还真是高级的日料，鳗鱼饭的套餐的内容丰富，大姜汤里的豆腐和海带很多，茶碗蒸的口味清淡，却有个大虾仁儿，还有一小块哈密瓜和糯米团子，真命天子卷里裹着俩炸虾，招牌鹅肝寿司一罐两个很超值，鹅肝牛油海胆鱼在海苔一起裹，这样的搭配它怎能不好吃，日式的装饰它细节很突出，满屋的榻榻米和红灯高高挂，全员的和服和全日客服，推拉式房门仿佛置身大熊家，梅子酒的酸爽它让我微醺，服务员的婉约它让我很舒适，人均的价格它虽然有点高，但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日料。星期天你要去哪里呀？要不要去口恩巴恩哇？听说江湖前是一家好吃的寿司，日式风煮出了满樱花，怀石料理它是第一家，全日记的厨师人人夸，江湖前寿司，现场捏着生鲜预备呀，现场品尝几只美味呀，即兴自拍在做寿司呀，好吃的寿司，三文鱼梅子酒搭配呀，上次快来就哭你几哇，全日式的服务人人夸，江湖前寿司，鳗鱼饭的套餐它内容丰富，大姜汤里的豆腐和海带很多，茶碗蒸的口味清淡，却有个大虾仁儿，还有一小块哈密瓜和糯米团子，真命天子卷里裹着俩炸虾，招牌鹅肝寿司一罐两个很超值，鹅肝牛油海胆鱼在海苔一起裹，这样的搭配它怎能不好吃，日式的装饰它细节很突出，满屋的榻榻米和红灯高高挂，全员的和服和全日客服，推拉式房门仿佛置身大熊家，梅子酒的酸爽它让我微醺，服务员的婉约它让我很舒适，人均的价格它虽然有点高，但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日料。